绝对音乐，绝对新势力，2019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，欢迎颁奖人 HIT FM 台北之音台长蔡诗平、范玮琪。晚上好，我是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蔡。他是范范，我是蔡诗平。是，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然后我们饭菜一桌，我们就不多说了，对不对？直接要颁奖。不管你是喜欢先吃饭还是先吃菜，饭先请。好。第一个要颁的奖是全球传媒推崇大奖，入围的是啊，直接就宣布得奖了哦。哈哈哈哈啊！2019 HITO 流行音乐奖全球传媒推崇大奖莫文蔚，恭喜恭喜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莫文蔚，很开心今天我生日，然后获得全球传媒推崇大奖，真的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不过很可惜我没办法亲自来领奖，因为我刚刚在杭州开我的个人巡演，所以在这里感谢大家，感谢我所有的墨鱼们，谢谢你们一路下来的支持，然后也当然要谢谢 HIT FM 送给我这份这么棒这么棒的生日大礼，谢谢。恭喜 Karen， 恭喜。好，恭喜莫蔚，请范范台长继续颁奖。好的，接下来我要颁第二个奖，2019 HITO 流行音乐奖全球传媒推荐创作歌手奖，得奖的是，恭喜蔡健雅。恭喜蔡健雅，哇，今晚呢还是美美的亮相现身，再一次从台长跟范范手上领下讲座，恭喜。谢谢 HIT FM， 谢谢大家。我非常喜欢创作，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创作，我应该不会选择当歌手。没有创作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人吧。我非常感谢我生命中与我擦身而过的人和事物，所发生在我生命中美好和不美好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写成故事，让我走进你们的生活里面，所以我非常的感恩。我可以创作，我可以当一个创作歌手，也谢谢我的唱片公司环球，谢谢我的经纪公司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歌迷朋友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恭喜蔡健雅，请给蔡健雅尖叫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颁发的是 HITO 团体奖 ，Yes， 大奖哦，大奖，各位有没有要猜一下是谁呀？2019 HITO 流行音乐奖 HITO 团体顽童 MJ116， 恭喜恭喜顽童。耶，恭喜顽童 MJ116。 又回来这里了，感觉很好啊，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有一点不好意思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真的很谢谢大家，真谢谢大家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我记得上次我们去年拿完这个奖以后，我们就在金曲奖拿了那个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个好兆头，应该是个好兆头。然后谢谢 HIT FM， 真的，然后希望我们明年也可以来，以后都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恭喜顽童，谢谢台长，谢谢范范，谢谢。哇，如果这今天呢你的朋友们没有办法到现场来，没有抢到票，也无法呢第一时间呢及时收看转播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我们这个 HIT FM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呢会及时上传很多的精彩画面，赶快点进去看一下，冲高我们的点击率哦。马上登场这位歌手很会写歌，是很会唱歌，嗯，好像主歌说眼睛很小其他很大。马上就来欢迎这位 HITO 进榜最久歌手李荣浩，欢迎。
谁的脚步近了，谁的脚步远了，我的手机耳朵听着流动，你还是空空荡荡的。我没听你倾诉，没去看你孤独，总是闭着耳朵，直到今晚唱了一些好了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没给你我一生有愧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己醉，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。喝一生多喝几杯，和你现在
的尖叫声可以再大声一点的，再大声一点的，谢谢林浩。2019 Hiddle 流行音乐奖。